先准备一些材料，然后就是橄，我们油把它换成橄榄油，这样，然后就是蛋啊，还有面粉，嗯，啊，面粉我记得要过筛，跟巧克力粉要过筛，它几克？几巧克力哦，七，哎，巧克力粉我把它调20克，巧克力粉20克，啊，然后因为把它重味道重一点，这样，然后面粉70克这样。然后蛋就可面粉，哦、面粉七十克，对，巧克力粉20克，所以它那边是90克的，90克，然后就蛋就4颗，啊，记得把它分开。等一下啊，谁有谁想要说亲自来打蛋白？有没有想要？没有，我做什么？那怡君啊，怡君啊，怡君打蛋白，对啊。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做一次之后，你大概知道回去怎么做。我、你女儿会给你整啊。啊，首先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蛋白倒下去。几颗？几颗？四颗蛋，四颗蛋的量，然后把蛋白倒下去，然后用快速的去打，一开始就先快速打，最快速啊。对。你要告诉他快速。对。好，快速打下来打。然后打到同一个方向吗？那你是要同一个方向吗？对，好，跳跳。什么是倒钩？钩钩就是它会是钩，哎，对，一个钩，这就是一个钩。对，啊，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等，关起来不用紧张，对吗？这个倒给你啊，没烦恼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继续。就是把这个压下压，对对，你压一下压这两只就出来，对，换姐姐让你上去，让姐姐带你上去，往下压它就出来了。好，这次我们换另外一锅，然后之后我们换蛋黄一样，四颗蛋黄，好，开始打，最快速，来，没这么快速，对，把蛋花里比，蛋花里比。你们当毛巾掉在吗？没有。你打上去，应该不？我打那里要去帮他。有啊，那时候教我们的。
比较好，然后我们来这一班。你要更好一点，再上。没有黑糖粉吗？